演员歌手程潇。就是在现场就是感受这种氛围吧，大家都太牛了。接下来要出场的是马东杰队成员马东杰 Gumbo， 街舞能力者演员歌手程潇，有请。帅哥街舞马东杰，帅帅帅。当 Esmeralda 遇上了 Kashimoto， 当程潇遇到了跳街舞的我们。Yes, let's go. Let's go. 四位能力者里面，只有程潇老师一位女生，所以我们跳的风格也会跟别人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舞蹈更像是一个艺术品。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给我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托举，因为托举是我第一次做的。我没想到我会有三个托举的动作。八，为什么你还卸了呢？哦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托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力。那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是我不太行吗？就是这个力是使不上吗？还是怎么样的？不对，你这边又不对了。没事吧？动作如果太危险了，那要不然刚过来做，我做这个。因为他没做过，他就是可能不知道怎么办。没做过，对，做过的有一点劲儿用对了，对对，记住这个感觉啊。因为确实太难了，他们都没有做过托举，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也非常辛苦的。五六七，走，起。nice 可以这边一次就对了，起来
这边意思是对了。对。Yes. Yes. He's like. 刚才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托举的话，我是很怕失误的，因为上台表演只有一次，如果在那次没有做得很好的话，那影响还蛮大的。可以的。马东杰老师他们那组主题《巴黎圣母院》嘛，然后陈晓老师他的一个情绪演绎是非常到位的，在最后，甘博老师把陈晓老师往后面拖过去的那个托举动作非常的动人。四位队长大师团成员可以开始打分了，现场评委3、2、1。很厉害啊，巴黎圣母院怎么会排这样一个作品呢？当时我们主要看到程潇老师的第一想法就是哎，美的化身哦，然后联想到了这个故事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。对，首先是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舞蹈风格，而且我觉得本来Gumbo现在的舞蹈呈现方式就是很适合有表演性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发挥出Gumbo的一些优势吧。然后其实像马东杰确实没有想过一个 popper 去做一个托举的动作，我觉得还是突破挺大的，而且我觉得陈潇就是一出来的那个整个画面是很漂亮的。对，谢谢。我技巧分我打了超过我平时会打的满分，我给了20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技巧太多的高难度的一些动作，整个画面是很丰富。啊，我也是觉得技巧都很厉害，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从两个男生在那边打了之后，程潇在这边悲痛这一段开始太长了，就没有一个变换的感觉。来，程潇来跟我们聊聊，这次来这9-9-5的感受怎么样？啊，累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之前这个改了可能有8版吧，对，就是已经到彩排在台上跳着跳着，刚博说我们跳哪一版啊，就是已经改到这个份上，然后就觉得还是挺折磨人的，就是说好听一点就挺练人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我们的节目名不虚传哈。对。哎，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，这边哇哇叫的很厉害。我想问一问 Roshka。I'm happy first to see kind of in 9-9-5 the a French story. Notre Dame de Paris is a famous story in France. Has I know the story, I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on stage. This is really good. There is a great technique for sure. I would just say.A little bit pity about the character of Quasimodo because his posture, he got a special posture exactly, a special way to walk. He's kind of ugly, but also he's a beautiful beast. And I wish I can see more acting like that out of you. But otherwise, that was really beautiful.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马东杰、Gumbo 和程潇带来的这支作品。我们要把 Zikens 和赞多请回舞台。接下来为大家揭晓两个作品的得分。Zikens 赞多队长评分385分，就差5分。大师团得分382分，哦，很高。现场评审投票68票，好，最终得分为835分，蛮高的，还很高了。马东杰、Gumbo、程潇队长评分365分，大师团评分363.5分，现场评审投票61票，最终得分789.5分，也挺高的。恭喜 Zico 队获胜，积1分。Congrats. 恭喜。